好，路上。嗨，中大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昨天跟大家说我们要来抽奖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赶快在节目之前先来抽。那我现在看不到，我就随便一滑。等一下我滑完之后停在那个，如果刚好那个人就打爆挂百分百的话，就是由你来读得我们那三个哦，我们的喝酒器，群要准备开始喽。有在滑吗？有。好，有吗？有。可是这个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哦，李修德，恭喜你。李修德，好，那我等一下会 announce 你，那就由你获得我们这一次的抽奖礼物。那请记得，我会等一下会在下面留言，记得把你的个人资讯再讯息我们咯，拜拜。